男人，别吃了，隔壁老王都爆单了。他们有多少钱？两块。那我卖一块。他们有百万粉丝呢。那我卖八毛。他们别他们了，他们再便宜，有我们自己种的便宜吗？每一个都是皮厚肉薄，又脆又甜。你要喜欢吃，一箱只赚你八毛。